出，要安怎互你哦，精神好，身躯好，就是你爱管你的意念，总要样想，哈、啊，所以你爱天天管哦，啊，爱安，阿爸有一个小无惨啦，啊，唔知迄个伫啊，比如讲你的朋友，是咧含伊阿爸，啊，你着伊含伊咧讲话，啊，这个唔知你当面咧含伊，来包我安怎，安怎着歪，爱伊。伊着先跪嘛哈，下番伊，啊着讲，嗯，你当面讲话来，啊去释门，哈、啊，所以即摆下迄款忧郁症个较侪吼，这着是即个问题，哈、啊，所以吼、啊，就是咱平常当中着爱较拜看，烦恼三分钟着好，爱食我咧，我倒三分钟困，啥物拢袂记啊，爱安，哈，即拢爱训练嘛，即爱，即要即爱训练，训练着好。啊，个啊，吼，肝门系统，我们的肝门都没有在运动，肝门一定要运动，啊，肝门要什么样运动？比方说，我们的肝门，啊，那有完了病了哈，肝门啊呢，这边是前面，大拇指这边是后面，这边是右边和左边哈。我们肝门可以往上除拉，啊，但是当你要往上除拉的时候，你肩膀不能够这样，一定要放松，放松你的膈肌才会下沉，膈肌下沉，当你提肝的时候，它不会往上爬，那个像那个钉骨。啊，顶挂刀伫遐咧滚，啊，你着放下烟，伊袂安怎？你先食着对啊，吼。咱即个着是顶挂，他拄好话讲内面的顶面即个面，你放下烟，你可以总要提肝都没问题，就不会伤大。被这个气伤大的话，爱吃点白菜喝喝。啊，我们天长气功里面有专门对这个伤害的治疗，啊，叫做。胸部疗伤法、背部疗伤法，啊，看台湾的几个吧。啊，咱尽量慢一加起啦，啊，试试看就对了哈、啊。所以尽量单哈。肝门前面的话，你意念去把它放在前面。你要往前提肝，当你的气走前面的时候，比方说我现在吸气丹田，提到。胃部，我现在是在胃部，有没有？啊，我往前提肝，啊，有没有？提它会动一下，啊，前提往前面意念放在前面，啊，那再下，你在后面的话，意念放在后面，我气提到背部，提到腰部，现在站站的。啊，那我就向后提肝，向后提肝，我们的球膝向内凹，腹部向内凹，啊，向后拉，45度后拉，啊，这个向后拉，啊，肝门，啊，侧提肝旁边，啊，你要下压，下压的时候，球膝往上拉，腹部往上拉，肝门往上拉。意念把它分成左右，啊，那个叫做侧体肝，我们有前体、后体、侧体，啊，中间体，中间体绝对要承肩，不可以没有承肩，没有承肩的话很危险，啊，肝门大概是这样，啊，肝门的作用，啊，肝门的作用是控制气的方向。就是我现在讲过前面、后面，啊，旁边跟强弱，你有提肝就很强，啊，太极拳它是也有提肝，可是它是收尾，它不是叫做提肝，收尾这边不能够这样翘，不能够这样翘，但是它往前面收，它也有方法，第一个膝盖放松。第二个球膝向内凹，同时收，这边就平了，有没有？这边也平了。
小汉语啊，特别爱讲。
请问教练，不能休息了。好，还有十分钟了。好了，我们做一下呼吸啊。这边有没有人有练过呼吸的？然后。
心肺的感染这个啊，你把如果打开了加小健的口啊，会使你的身体越来越健康。第一个还是要心情放松啊。